二十先三年来那里草地状元，今天最后的不及片土地天哪，要不及让我为养殖动物真的，其实我也很难过，因为二十三年，今天是最后的一场戏，所以真的谢谢二十三年来大家都那么的通融我，然后都照顾我，今天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二十三年来，不管是上上下下，大家都好像兄弟一样，所以今天真的。从心理上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大家再一起合作。嗯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关东路草地上远，不管岁月有多久，无论身处在何方，咱的身边永远拢有。他的种是从哪里来？之前他在马尔蒂夫的海域是非常多的，对。那其实在日本的琉球跟我们的澎湖的海域也都可以看得到，对。但是在澎湖大概就是现在要捕捞的机会也很少。哦，这只，这大尾，大尾，大尾，大尾那边，这大尾，鱼叶头，鱼叶头，手板过来，来那边，来那边，这是讲吼。是，请问一下吼，啊，像你这技巧好啊，歹？这个技巧是好啊，技巧好啊，嘿，然后就安那卖。我的这个南黄瓜啊，即卖林荣港的市价是450块左右，450块，对，安尼，台票差不多1800至2000块。我不要退安海啊，一斤，对，450块。哦，啊，恁拢种，恁拢种，安尼有饲偌济？我那是饲在大鱼啊，目前是有十几只的鱼啊。啊，那是整鱼的，我有30只的整鱼的鱼啊。哦，安尼多的哦。讲是袂歹啦，不过这批鱼啊，我研究7、8年，将近10年的时间。嗯嗯。对，那前面花的心血跟金钱，就远远不及这一些。自细汉就伫咧厝内搭帮忙爸爸饲鱼的指引，伫咧讲哦，一路看到爸爸辛苦伫咧饲鱼啊，甲研究嘛赔了真侪钱，所以讲2017年就下定决心对护理师来退役，真正接手着爸爸饲鱼的事业。才发现讲帮忙啊，甲家己亲身投入去做，根本就是两回事啦。所以讲伊呢，每天啊拢是透早4点外就起床去照顾鱼啊，一直播音到暗时啊7、8点才倒登来厝的。这款的做法，唔那是讲让爸爸放心，嘛得到工作伙伴的信任，渐渐的成为着厝内事业的主要人物了。